离了剧中的环境和角色滤镜，回归现实，可能就发现双方性格生活并不合拍，因此就容易分手了。知否知否，是一部好剧，赵丽颖和冯绍峰演得不错，很有 CP 感，当然也是因为他们那时真心相爱，所以拍出来更自然。我现在剧荒的时候，还经常拿出这部剧来重刷。看到剧中顾二爷和明兰的爱情，就不由想到他们现实中也是恩爱夫妻了，就不由自主的全程姨母笑。如今他们离婚了，以后再刷这部剧时，会是一种什么心情？只能感叹花开年年有，爱情难永久吧。一般我很少吃娱乐圈的瓜，也不是谁的粉丝，但赵丽颖演过很多热门电视剧，而且演技在青年演员中算是很不错的，所以就不由对她多了一份关注。尤其是了解了赵丽颖的成长经历以后，觉得这个出身农村、学历很低的姑娘，凭借着自身的努力，硬是打拼成了电视圈的一线女星，本身就是一个励志的传奇，所以也希望这姑娘能有一个幸福的归宿。在听说她和冯绍峰官宣结婚时，我其实对冯绍峰是谁并不了解，还是通过知否知否这部剧才知道有他这号演员，还一直以为他是香港演员呢。直到他和尹宝结婚，我才从网上搜了搜冯绍峰，才知道他并不是什么香港演员，而是正经八百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的内的演员。听说他还是一位富二代呢，不过他本人否认了，说他家只是中产，不知真假。听说有很多赵丽颖的粉丝是因为冯绍峰和赵丽颖结婚才逐渐接受了这个人，越看他越顺眼，现在他们离婚了，是不是又重新看冯绍峰不顺眼了呢？其实演员的电视剧电影中的表现只是角色的人设，在平时的公开场合中展现给公众和粉丝的也是经过精心打造后的人设，他们真实的性格、人品、内心想法，真正存在什么矛盾，有什么感情纠纷，作为我们普通人也无从知晓。但我们作为普通人，总是希望每一份感情都真诚，都能天长的久，希望花好月圆，希望美好的爱情和婚姻能一直到白头，所以我们才在明星婚姻身上寄托了普通的大团圆情感。但现实岂能尽如人意？赵丽颖和冯绍峰官宣离婚，能够和平平静的分手，双方彼此不出恶言，就算是好合好散了。比起隔壁韩国那对明星夫妻宋慧乔和宋仲基的因戏生爱狗血离婚收场，尹宝和冯绍峰的离婚官宣已经算是狠得体了。以后只能在电视剧《知否知否》中继续看他们组 CP 了。或许真正永恒不变的爱情原本在这世间就不存在，我们只能从文学和影视作品中去寻找了。